钻石大堂这样子，这个灯应该很贵吧？我们来到的地方是澳门银河，我们来这干啥子的？自助餐。上次看过这个是吧？超级贵的灯。这就是我们吃自助餐的地方啦，嘿嘿。没错，我们来晚了一点，所以现在只有一个小时了，但是我仍然坚持带你们逛一下这里，好不好？从进门的地方开始，一进门就是各种姿势，这里的姿势我应该可以试一下，然后是封面啊啥的，然后是黑麦面包和番茄面干面包，这个可以试一下吧，然后还有各种面包、法棍、饮料、奶茶，这边天妇罗区域。炸的西兰花，茄子，猪肉炒泡菜，就一些奇怪的炒菜，好棒。哎，这个锅有点像我们之前吃过的那个锅。然后这里有一碟一碟的小菜，韩国豆瓣酱，里面有茄子，腌萝卜好吃啊，等下搞一点。哇，炸大蒜，好东西。然后这里烤羊腿儿。薄荷酱，烤猪肋骨，烤东西，名酒混牛尾，哎，应该不错哦。东西，炸咖喱饺，嘿嘿。哎，猪脚哎，这个是猪手 ，I'm so sorry。马铃薯泥。哦，车仔面呢？这不是我们经常吃的车仔面吗？车仔面就是有很多浇头的，想加什么加什么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车仔面。哎，这里新上了一波虾钳，可以吃一下哦。然后这边还有泰国虾沙律，莫名其妙的，这里的凉菜都是小份小份的啊，怪怪的。OK， 然后这里是搞沙拉的地方。小米沙拉，哇，这个真是太奇怪了，意粉沙律。 OK， 就一些虾跟贝壳，这些我都搞不懂，也没啥兴趣。这边是寿司，就是切这些的地方。这些是重磅的甜品区，柠檬塔感觉很不错。含酒精，我的天，厉害了，我要试一下。天哪，哪里有醋啊？甜品。好酸呀！我要吃。还没完，这里还有甜品。泡芙。木糖布丁。然后，哦对，还有水果，去看看。这里还有个面包布丁。啊，热量爆表。而且还可以加这些巧克力酱、香草酱、桂花糖酱，这是什么？然后这边是水果了，西瓜不错，哈密瓜不错，菠萝好像也不错，其他的就这样。哇，这苹果不错的感觉哦，先吃一个。哦，这里还有冰淇淋。这边还有咖啡、茶、啤酒一个吧台。就这样了，我要开始吃了，没多少时间了。这地方还是很漂亮的，朋友们。哦，
还有这个地方没拍，叉烧白切鸡烤鸭。OK， 这个苹果不错啊，我好想多吃几口。好、啊，同学们，打得有些杂啊，这些这里全是印度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是猪手，然后这里呢猪肋条、咖喱牛腩，还有它猪肋条配的一些哦烤羊腿，那里配的一些烤的小菠菜，然后还有一些另外的七七八八的 吃就可以了，小包菜。烤小番茄，印度脆饼，还有印度的味道。我还是忍不住要吃一些芝士。看上去我比较喜欢吃这种，外面有个壳壳，然后里面是软软的那种。但是呢，我比较期待这个，这个是那个什么？这里还有那个虾虾沙律，还挺好吃的。这种芝士的口感我很喜欢。它里面好像酱一样。这个黑焖面包好香，拿那些甜品，然后这个印度脆饼真是让我流连忘返。这个柠檬塔上面的奶油太腻了，忌廉。哦，刚刚那个是忌廉芝士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叫什么面包蛋糕卷吗？好像在吃一个糕点，灯芯糕之类的。还有接下来是抹茶蛋糕吧，入口有些苦，但是挺香的。再接下来这个就是重芝士蛋糕，超重的那种，号称还有含有酒精的，应该是那个上面的果汁含有酒精，我没拿那个，就拿了核桃部分。有点太甜了，还是有一点酒精的香味。我就是找到椰蓉的蛋糕，超苦，超苦。现在一点半，那里排位的人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准时走。走的时候顺走一个苹果，因为这苹果真的很好吃啊。然后这个自助餐也还比较划算，我们提前一天在那个美团订的，130一位。在现场买的话好像要400-500，可能就是专门赚那些从赌场玩完出来不知道那个钱的分量的人的钱。 I'm going to wash my hands。 哦，雪宝买那个自助餐送的。腌肉芝士蛋糕，就是那个塔的感觉，
感觉好爽。会吃什么？鸡翅包啊，鸡翅包没了吗？这是啥意思？可以试吃吗？同学们来到一个赌场的窝窝，你看财神，这里是总统，这里是新晋，这里是永利，这让我意识到还是有很多自助餐可以去挖掘，很好。小同学们刚从澳门回来，饿得要死，现在已经10:30这样子了，逛来逛去我也不知道逛了些啥。然后啊，我们著名的假山王子磊磊今天买了辆新车宝马，问你们妈不一儿一女住别墅，有院子，有假山，有宝马，怕不怕？年轻有为啊，年轻有为。凉拌凉皮这样子，我以为是辣椒，这不是辣椒，我们这边的嘿嘿嘿。来，同学们，这是什么？小章鱼。哦，吃下海浪，海浪。今天需要早点休息，累了一天，然后明天又要很早很早就起来，然后明天又上晚班，还有上课，还有训练，再花点时间剪视频。呜呼，每天都是安排的满满的一天。澳门自助餐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，同学们拜拜了。